新时代的御三家宝可梦和快龙、皮卡丘、胖丁和熊宝宝站在一起。交换式卡牌玩家也可以在现场坐下来打牌，离开前若不过瘾还可以转扭蛋来玩。排队结账区的布置让人联想到游戏中里面可以回复宝可梦的宝可梦中心，同时也是现实中宝可梦中心的概念来源。没错，这就是台北宝可梦中心 Pokemon Center 台北。台北宝可梦中心12月8号正式在台北新冠三月 A11 开幕，这不但是宝可梦中心在台湾的第一站，同时也是新加坡以外的海外第二站。不止宝可梦商品结合了在地特色，现场呢已经大排长龙，准备将宝可梦玩偶、钥匙圈、杯垫的商品带回家，但是在早上9点钟已经入店名额达到上限了。在一楼户外的墙壁上就可以看到大家最熟悉的皮卡丘，还有宝可梦珠子神兽固热顿与密热顿，以及星夜喵、呆虎二和论水鸭。宝可梦中心就在三楼，走进星光三月 S1 准备前往三楼。如果是搭电梯，可以在电梯门口看到台北宝可梦中心的招牌宝可梦，当然也可以搭手扶梯到三楼。手扶梯左右两侧也贴有跃动的皮卡丘，到了三楼就是宝可梦中心了。还没走进门口就会看到人气最高的皮卡丘以及快龙，同时也是宝可梦中心台北的标志。走进宝可梦中心立刻就会看到满满的宝可梦玩偶，其中又以台北宝可梦中心的特色宝可梦，戴着眼镜的皮卡丘，拿着草蓝的胖丁，捧着手摇椅的熊宝宝，扛着水果篮的快龙是最为抢眼的哦。宝可梦空间的规划可以分成几个区块，分别是特别商品区、一般宝可梦玩偶区、生活宝可梦商品区、玩具模型宝可梦商品区、电玩游戏展示区、交换式卡牌商品与对战区，还有排队结账区。无论是哪个区块，都可以看到身穿宝可梦珠子的制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制服有相同的两个配色，水蓝色配红色领带，以及灰绿色配上紫色领带。他们呢都可以自行挑选想穿的衣服颜色类型。在台北宝可梦中心特别商品的区块，展示着这次主打的四种宝可梦，不管是玩偶还是悠游卡、纸胶带，还有笔记本。胖丁、皮卡丘、快龙和熊宝宝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但也是可以看到其他如长尾怪兽和贪心栗鼠等宝可梦哦。这区的商品有许多都是限购的，例如贴纸、便利贴、吊饰都是限定一人购买一个，纪念优卡更要直接到柜台才能购买。我们在逛的时候呢，可以注意到我们的限量哦。当然最亮眼的还是台北宝可梦中心限定的四款玩偶，虽然价格不菲啊，但是呢现场询问度和结账率仍是最高的商品，因为在地限量就是最吸引人的魔力了。其余的商品区有摆放各个世代御三家宝可梦的架子，也有按照宝可梦图鉴顺序出场的宝可梦，还有威力不同的精灵球。至于生活宝可梦商品区，陈列着袋子、饰品，还有发夹等生活随处可见，结合了宝可梦概念的生活用品。玩具模型宝可梦商品有着盒玩、景品，还有小模型。电玩游戏区展示着放着大萤幕，主要是希望粉丝们购买如 Switch 在内的游戏卡夹、交换式卡牌的商品与对战区，不只有卡包、卡盒、卡带等周边商品，同时也有供民众坐下对战的对战桌椅。排队结账到出口处之间还有扭蛋机，虽然空间并不是到非常的大，但商品非常的丰富且多元。排队结账区的布置会让人联想到在游戏中可以回复宝可梦的宝可梦中心，同时也是现实中宝可梦中心的概念来源。离开前若不过瘾还可以转扭蛋机来玩。现场还有日本推出现在已经绝版的大器晚成系列的快龙，在当天的早上就已经被粉丝给抢光了。蔬果 T 恤的皮卡丘玩偶呢，是这次飞翔皮卡丘计划和台北市合作的纪念款。
在阿 A 排队的当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看到非常非常多人已经在新冠三月排队了。听说在前一天晚上就有人在现场排。现在呢，现在场景是在 A11 的二楼往下拍圣诞树，现场也有皮卡丘的粉丝穿着他们喜欢的装扮接受了新闻的采访。在排队的空档呢，阿 A 负责在周边取景，一路呢就来到了圣诞树的这边，顺便打卡拍照上 IG。让另外呢，我们可以在 A11 这边的三楼准备要入场的现场，已经看到了，哇哦，非常非常的多人就已经在规定的三楼户外区排队了，所以说我们从上面一看，一直到下面一楼都已经排了这么长，还是有人在继续再排，所以到现场看到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到底大家都是来请假不上班吗？所以这是现场呢，大家看到的，我们在发。这个券就是呢入场整理券，大家可以依照时间入场进场，就不用全部的人在现场排队。但是呢，基本上如果你是前一天凌晨排的话，基本上都是上午场次，十点半到十一点。如果你现场排的话，几乎都是到下午了。然后还有很多人到现场呢，都还是拿不到整理券。那很幸运的可以看到宝可梦社长石原先生呢，也前来重视这一场宝可梦中心台北的开幕仪式。在影片中呢，就是石原先生，所以很开心可以看到宝可梦的社长莅临台湾台北宝可梦中心。我们呢也跟着大家准备要入场，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互相的提醒待会要如何带着大家进场的盛况。那现场呢也有拿到整理券排到第一个的朋友，他也接受了新闻朋友的采访，他也这边分享他的快乐的这些过程，排队的过程吗？好，这是大家来了解一下，大家都是喜欢宝可梦的人，所以才会愿意这样子连夜排队。现在呢，大家都要准备等待11点的入场了，所以待会就会看到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入场的时间了。是的，就是11点整可以进去了吗？是的，打开门来，请 follow me。 所以第一位朋友，第二位，第三位陆续进场，还有害羞的朋友，然后呢我们就赶快也随着他们一起前往 Pokemon Center 台北的大门入口处哦。 Here we go。 所以现场呢大家都是很开心的记录，用手机还有相机记录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就在2023年12月8号我们呢终于也陪着大家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宝可梦中心终于在台湾盛大开幕啦。接着我们来到入口处，大家呢都依序的排队，各位媒体朋友也在大门的入口一一记录这一个有意义、有历史性的时刻。接着我们移动在大门口的右边，就是大家期待的快龙以及皮卡丘，大家都在这边打卡做纪念。现场周围非常非常的多人，而且就在手扶梯的旁边，所以在这边拍照呢，尽量拍完之后就不要逗留，让机会留给下一个很喜欢宝可梦的朋友。前要前来宝可梦中心的朋友要注意啦，你们的时间呢是礼拜天到礼拜四早上11点到9点半，礼拜五到礼拜六呢是11点到10点整。
这边地址是在台北市松寿路11号的3楼，台北的星光三月新天地 A11 馆。我们再次看到社长穿着轻便的服装等待着大家。没有整理券的朋友是无法进场的，所以一定要前往领取入场的整理券，有指定的时间。那里面大家这是第一波开幕的朋友已经在现场卖了，然后这边呢就是大家喜欢的快龙跟皮卡丘，也可以在这边合照做留念哦。也别忘记了，在周围的电梯有你可爱的皮卡丘，还有快龙，大家也可以来这边拍照留念做纪念。在现场呢，大家都可以收到工作人员给大家的一张，这个就是台北皮卡丘的 catalog， 也就是目录，介绍这一次在宣传的活动，还有宝可梦珠子相关以及卡牌的这些部分，还有主题宝可梦都在这边，是台北的。所以呢，这样宝可梦珠子呢，我们也有在玩，大家也可以继续购买碧之假面跟蓝之圆盘的 DLC。如果喜欢卡牌的朋友，也可以来这边前往买卡牌。目前呢，宝可梦地平线也放映喽，所以大家都看到穿着皮卡丘、星夜喵，还有呆火二，还有润水鸭，还有 Pokemon Sleep 也已经上市了齁，所以大家可以免费下载来玩。还有高雷，大家最喜欢高雷齁，大家也在，他也在宣传。我是阿 A， 待会我们宝可梦直播见哦。Brooke Parkin Idle Catcher 是管能让 Pokemon Go Plus Plus 升级成自动回连、持续抓宝、自动点击打道馆的效果绝佳配备。Idle Catcher 使用了影像辨识技术，从断线7秒内以模拟物理点击的方式达成自动回连、持续抓宝的效果。包围感应点击技术透过 LCD 影像的呈现，你也能在刺激的道馆团体战轻松获胜，更能发挥每秒10下的快速输出模式，轻松的获得胜利，占下对手的道馆。目前已在泽泽以及 Kickstar 募资平台登场，明年1月更可在立斯汀云城娱乐购买。只要使用 i 粉丝的优惠码，就能获得最新的 i Recatcher 七四折的超早鸟优惠。你更能抢购 Brook 的自动抓宝产品，搭配 Watchuk Plus 拥有七折优惠，搭配 Reviver Plus 拥有63折优惠，搭配 Lightning 更拥有56折优惠哦。 I 更推荐你一款获得红点设计2023年大奖的双账号自动抓宝神器 Auto Catch Line， 扫描 QR Code 就能立即购买拥有。